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清晨。是不是完美的诠释了都市型男？你好，你好。是。那说到了都市型男这个活动的主题，你们跟大家介绍今天的一个搭配的心得可以吗？可以，就是呢，今天主打一个自信吧。然后我希望今天就是能够搭配多一点的层次感，因为今天我戳了三件，就是热吗？啊，不热。咱们主打一个自信，帅气就好。是，对。然后色彩就搭配了一些浅的和就比较显眼的颜色嘛。是，非常的帅气啊。当然，今天很多朋友很关注你，那你们跟大家介绍最近那个工作的动态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就反正大家应该知道了，就是最近刚杀青了一部剧。是的，然后最近也在推进关于音乐和专辑的事情。哎，那这次我们这个活动是一个这个型男模特大赛，以后没有考虑去客串一下模特呢？我觉得我在这里够了，就差不多了，最近就行。摔倒了，让老师们参加。不要坐上面，摔倒了等一下。好的。当然今天我们还会准备非常多的互动环节。那么第一个环节特别有意思，我们会让小九来清唱我们的歌曲，然后我会让我们现场的朋友举手示意我来进行一个抢答，可以吗？当然跟大家介绍规则，小九唱完之后，我会倒数3、2、1，各位最快举手的朋友就可以获得这样的机会，好吗？当然，我会先请上我们三位互动的朋友上台哦。来，不积极吗，各位？那这样，我挑两个朋友，然后小九挑一个，可以？那这个女生，来，速度很快。我闭眼吧。哎，你告诉我，第几排第几个？有几排了？一共有三排。第三排的左边，哎，有左数第几个？可以了。第什么？第九个。是老师吗？那我们再换一个。第二加二加三等于多少？第七吧。第七个是哪位？左数第七个。Hello， 来欢迎。那个阿里下次不许打哦。来，我们要不然再唱一次。可以，换一首歌。我们这期作废。可以，没关系，我给你们。好。他字字为题喜欢你，你句句都是我愿意。来，3、2、1。在一句寂寞时候的回忆，你却激动不已。叫什么歌名？哇。好，来，恭喜答对，恭喜，好厉害啊！来，目前一题答对领先。好，我们小九，继续吗？第二吗？对，第二题。第二呢？我觉得我会唱。我不会。没事，我很简单，反正我很喜欢这首歌，我很喜欢。等一下。眼泪呀，舍不得放不下你呀，是谁在我心里？不会，你们不会吗？他们一个机会吧。不可能，那这个吧。刚刚我错过的白云，我不住的剩下。肯定会，想听你唱那个转音。这个是一个女歌手唱的。我们不是猜个歌名吗？对，就是不是猜歌名。对，不为难你们。想你十分起啊，好，是对不对？对，是对的。为什么你要问我？听你啊。好的。哎，你两个朋友能不能稍微积极一点？积极。主打一个上塔参加是吧？重在参与。好的，下一首。这肯定。
定肯定认识这首歌。从你挽着我的一颗情，从你挽着我那一颗情。哦，谢谢，哇哦，厉害！那现在大家都是，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，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，就让这大雨落下，全都落下。你确定一下，回忆一下，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。哇，来，好棒哦，很棒！我刚刚犹豫了一下。好，那三位先休息一下，我们会送上我们的礼品。谢谢，感谢三位的参与，谢谢。好，当然啊，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叫做都市型男的主题，那少不了要去拍几张我们非常型男的片子，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杂志的活动。那我们麻烦小九能不能摆几个帅气的 pose 在舞台上？来几个帅气的 pose。 那我们这样子，我们来一个速度三连拍可以吗？好，三连拍。三个 pose 没问题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话筒给我。来，我们来，是吗？还没到。对着我们的主机位来，后面那个三后面摄影老师，三个主机位。对，来，一，好帅。二，好，三，哇，好，谢谢小姐，主打的自信，是非常自信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就是我们下一轮的互动环节。其实你刚刚也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那跟大家介绍规则，我们一会儿会让小九来去模仿一下我们 emoji 的表情，那么同样会请上三个朋友来作答，一样是我们会做两轮，那么举手最快的朋友可以获得这个答题的机会。来，我们再挑三个朋友，快点可以吗？啊，停了。这个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难度。这个眉毛吧，因为你还要把这个给它表现出来。好，来，这位朋友请作答，确定吗？因为有两个是这样的表情哦。确定，我们看一下，是吗？哎，恭喜答对，谢谢，辛苦了。啊，我们还有下一题，来，有请。来，各位，就没有机会了。哎，上还是下面的？上面的，下面的哈。来了吧？下面是什么鬼？真的嘴巴要干了。准备好了吗？你们三个看小九的表情啊。你们快点下，小九要抽筋了。来，是暂时告一段落了，看小九也累了，散发呀，不累啊。好，当然明天就是我们这次大赛的一个决赛了，能不能给我们的选手们送一个祝福的话语可以吗？希望每一位选手可以做到最好，然后如果不到最后一名的话，希望大家不会放弃，好好就保持快乐健康就行了。好，谢谢小九的祝福，也希望你跟我们风都慢送的更多的合作好吗？好的，我也希望。拜，谢谢小九。那这样子，因为今天这么多朋友来支持你，能不能送一个祝福的话语给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们可以吗？希望大家可以赚大钱发财，然后最重要是身体健康，然后呢每个行程希望一路平安，一路平安。好，那我们还要麻烦我们的小九跟大家拍一张大合影好吗？好哦。
来，白菜吗？不犹豫就白菜了。